不要啼哭。 请坐，没请问您呐，尊姓大名啊？我叫秦香莲。哦，秦香莲，到这汴梁城是投亲呐，还是访友啊？寻找我丈夫来了。那么你丈夫他姓什么叫什么呀？ 他叫陈世美。谁？陈世美。哦，陈世美。哎，那么这俩小孩是他什么人呢？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。哦，怪不得呀，跟他爸爸长得那是一样啊。 前三年呐，我这店里头来了个赶考的举子，叫陈世美。后来得中状元，做了官了。哎呀，儿啊，原来你爹爹高中了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哎，当谢天地。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。 啊，老婆，我丈夫现在哪里？就住在前边驸马府了。啊？什么驸马府啊？哟，我说走嘴了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说吧，只因那陈世美得中状元之后，老太后十分的欢喜呀，将他招为 东床驸马了。啊！啊！啊！香莲，香莲，香莲！哎呦，您瞧我真是该死啊，该死啊！香莲，香莲，香莲！ 得了，得了，别哭了。你们娘仨打算着怎么办呢？嗯，我要找他辩理。开！
家驸马有命在先，所有乡亲一概而不见。哦，他赵魏驸马连乡亲都不见了。嗯，就是我这相亲乃是英国之母，东魏之娘，一定要见。好，你且稍问候。多谢了。启禀驸马，何事？乡亲求见。本宫再三吩咐，所有乡亲一概不见。那妇人言道，她是英国之母，东北之娘，要不见驸马。是一人前来，还是携友老小？只待两国有不同。对他们去说，本宫公务繁忙，一概不见。遵命。转来在。赏他们文银不良，叫他们速回援军，另谋生路去吧。遵命。转来开，不准放他们进来，如若不遵，定要打断儿的狗腿。是。家驸马公务繁忙，不能相见，赏你文银不良，速回援军，另谋生路去吧。这银子我是不要的。确实为何？啊，事到如今，我对你实施了吧。原配的夫人到了。这两国有何同呢？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。这苦我来问你，驸马府近日有桩大喜之事，你可知道？这不，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。不，啊，孟官，你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。哎呀，夫人呐！小官不冤，只是驸马有命在先，小官怎敢违抗？您就让我们见见吧。
乡镇罗圈私下半封于我，你就往里闯，我在后面嚷，就是驸马怪罪，小官也有爹来之恩。臣好多谢了。吩咐于你不准放他们进来，怎么你敢违抗我命吗？驸马，小人怎敢违抗驸马之命？只是他执意要闯，小人我就挡，他在前面闯，我在后面嚷，私下这罗裙半幅驸马岂能堪？哼，无用的东西还不与我官僚下去。是相连，你不在家中侍奉二老，来在我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？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吗？二老公婆他下世去了。爹娘，我想不破的来宾，千辛万苦到京城。
相连，只顾得治论滚滚，本宫做了梁，男人我本当啊，走向前。劝你打断妄想的心，儿啊！早也盼望你家弟弟，晚也盼望家弟弟，如今千辛万苦将他找到，谁想他身做高官不肯相认，你二人还不上前哀告？爹，你不要孩儿了吗？你把孩儿快带领两个孩儿回家里谋生路去吧。官人，我来问你，你离家之时与我留下了几句言语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你那誓言道，我
陈世美重欲不重，有父同乡，有难同当，夫妻恩爱，地久天长。可是你讲的，我记不清了。那是为妻，人之悲痛。对你言道，君去求官，且奉高堂，落得富贵，莫欺糟糠。什么糟糠不糟糠，你快快与我出去。你叫我们到哪里去？随你自便。你就这样恩断义绝吗？哼，我与你从来就无有什么恩义，你快快与我出去。狠心的此次啊，丧尽天良之人，真是猪狗不如啊！啊，老伯，这是哪位大人鸣锣开道、哦？是王老丞相下朝而归。哦，王丞相。大约八声天
你兰郊县院所告何人？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。哦，陈世美，你与他有何瓜葛？起来讲。相依云鬓，慢慢讲来。相连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？略知一二。这倒就好，明日就是你丈夫寿诞之期，老夫还要亲自过府之贺，我有意设法将你带进府去。你用相应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，倘若将你认下，岂不是好？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列位大人，请至东亭日席，到此就要讨饶，请。王丞相到，请驸马。王丞相到，哎呀呀，老相公也来了。想你一步青云攀龙伏凤，今日收成，老夫特地前来致贺。
老相公乃三朝元老，本宫焉何得能甘老相公亲自前来指火？理当如此，哎，看理当。慢来慢来，本宫小小圣臣，焉敢受此厚礼？驸马，这叫做千里送我毛，礼轻情意重。如此愧临了，岂敢！啊，相公，请至东厅日席。慢来慢来，想东厅之上，老夫的门人甚多，若在一处饮酒，大家居有不便。这好。将酒宴摆在新花厅，本宫亲自奉陪。这倒是的，这倒是的。来，有。将酒宴摆在新花厅，本宫亲自把盏。是。相公，请。老相公为何心中不悦？啊，驸马，你听东厅之上彩泉新林，何等的热闹，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。无妨，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，叫他们弹唱歌舞与相公解闷如何？宫娥才女的歌唱，老夫听过多次，不胜厌烦。以相国之见呢？有了。适才老夫路过长街，见几个村妇在那里歌唱，倒也动听。倒不如换一个前来唱上几段，以致小心，你看如何？村歌一调，焉能登这大雅之堂？驸马，你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，动听得很呐。相公，只是官职不雅。驸马不悦，好，老夫告辞。老相公，老相公。酒一相过也就是了，这便才是。请来，有去至长街，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。是。慢来慢来，驸马，想你今日收成，他们的食物甚多，倒不如命我这个小家去换，你看如何？就一相过，哎，有去至长街，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。是，要好的呀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驸马，稍时唤来村妇歌唱，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，其中的意义不小啊。请请请请，随我来。悄悄见过相爷，参见相爷。罢了，见过驸马。
见驸马。来，有，将他荒了出去。出去，随班。驸马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。赵王，既不相认，村夫到死，为何这样大惊小怪呀？不是哦，今日乃是本宫的寿辰，你看这个村夫破衣烂衫，身穿校服，成何体统啊？哎，你我听他的歌唱，你管他衣衫色甚呢？我这里宾客如云，岂不惹人耻笑啊？驸马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？驸马，像你我在朝为官，府中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可惜这个村妇不曾嫁着个好丈夫，故而她抛头露面，到处卖唱。驸马，你不怜悯于她，反笑她衣衫褴褛，哎呀，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？啊！本宫不过是一句戏言。哎呀呀，你这一句戏言不知紧要，先是叫他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这一村妇唱的什么曲调？湖广荆州曲调。哦，湖广荆州曲调。哎呀呀，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。我想这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荔枝乡，曲调嘛，想必也是好的。老夫倒要一饱耳福。女士，有，叫他廊下去唱。是。慢来慢来，老夫年迈耳聋，还是堂上唱。廊下唱。堂上唱。廊下唱。啊，老相国，老相国，怎么你又要告辞？不是啊，你我唤来村妇歌唱，为的是治治酒兴。驸马叫他廊下去唱，分明是嫌弃于他厌烦于我，故而告辞。好好好，酒意相国也就是了。多此一举嘛。哎，又赐他个座位。是。谢相爷。慢慢唱来。是。Thank you.
阿福妈，你可曾听见啊？听见什么？哎呀呀，这样的好事头你不曾听见？不曾听见呢。不妨带老夫重说一遍你听。他唱的是富在东来妻在西，老燕纷飞两别离，一个东一个西，儿女不是儿女，夫妻不是夫妻。相公，你的酒冷了。无妨事无妨事，还有两句呢。深闺之间新人笑笑。笑什么？因何不听旧人题？好，因何不听旧人题？妙得精，妙在这新人笑旧人题。哼，老夫我好狠呐。相公，你狠着何来？我恨的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你管他炎凉不炎凉，你的菜都凉了。无妨事无妨事，凉在口内热在心中，你倒是与不是啊。啊啊，我说我的，你唱你的呀。是。驸马，相公，驸马，时针常在玄妙之处，驸马因何昏昏欲睡？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？本宫无有什么愁烦之事，相公不要多疑。如此说来，我倒少见多怪了。哈哈，驸马。汉朝封侯有两句言语，你可记得？哪两句？他言道：“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我倒忘怀了。哎呀呀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往下唱啊！贤德的儿媳，驸马，是这样。
样的女子世上少有吧。村歌一调也能当作真话呀。哦，村歌一调不算真话。不算真话。驸马，当初你可曾听过这段歌词？我怎么会听过这段歌词？昭王，你既不曾听过，怎么晓得他说的不是真话呢？这个哪个？当啊，是还是个做官的，正是。我来问你，你唱了半日，唱的是哪家的事情？是我自己的苦情。哦，怎么是你自己的苦情？你叫何名字？我叫秦香莲。你丈夫叫何名字？这个无方式。放他了胆，大胆地讲，老夫做主，叫什么？陈世美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提起驸马爷的名讳，你就不要脑袋了吗？老婆，世间之上，同名同姓之甚多，他的丈夫叫陈世美，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？哼！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。驸马，你说对与不对呀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本宫在此，哪个叫你这个奴才多管闲事，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？是。滚了下去。是。对我滚了出去。是。嘿嘿。我倒不在乎。往下再唱。相爷，我纵有千言万语，也是唱不出来了啊。可怜哪可怜。啊，驸马，驸马，啊，香莲，
看你丈夫假装沉睡，像是有回心之意，老夫暂退，你自己上前哀告于他去吧。谢相爷。秦香莲，你既念在旧日夫妻之情，为何逼我得身呐？我要夫妻团圆，儿女有靠，何言逼你太甚？你要夫妻团圆，儿女有靠，你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？这驸马的前程莫、他害得官人妻离子散，你要他回用？呸！分明是你自觉高攀不上，一心赖在我的身上受人拨弄，要害我身败名裂不成？以你之见，莫非要我母子销声灭迹不成？合乎天理，顺乎人情。这天理人情，只怕由不得你。由不得我，也要由我。你与我官僚出去便罢，若不然，我就要骂。你要怎样？我就要。驸马，为何这样变奸变色？是了，你怕夫妻相认之后，身上降罪于你。无妨，你若将他忍下，倘若身上降罪，老夫盼着我这顶前程不要，也要与你担待担待。相国，相国一不欺君，二不害民，要你替我担待，何来也？是什么一不欺君，二不害民？以老夫看来，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钢恩人。是啊，有相国担待，你就回心转意了吧。哈哈，听你二人一唱一和，分明是设下圈套，要陷害本宫不成？这是哪里说起，老夫好心好意劝你们夫妻相认，反倒我设此圈套，哎呀，真真岂有此理。本宫之事不用你管。有道是，路不平有人搀，事不公有人管。此事啊，老夫我是管定了。只怕你管不了。哼，管不了也要管。你认是不认？要认，你认。你叫老夫认他则是。你将他带回府去，烦闷之事叫他与你谈长几段，与你家门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快走！
必在。命你跟随吩咐，看他们往何处而去，速报我知。家将韩琦来见。是，韩琦来见呐。来也。忽听驸马唤，怎敢无迟延？参见驸马，有何吩咐？韩琦在，本宫平日待你如何？待小人恩重如山。既然恩重如山，本宫有件为难之事，着你去办，你可敢办得来？小人敢办得来。启驸马，那一嫔妇直奔开封府而去了。取钢刀过来。是。钢刀在此。韩琦在。这有钢刀一把，命你将那封府和两国友同杀来见我。但不知那夫妇叫何名字？秦香莲。身犯何罪？本宫之事不用你管，去吧。遵命。抓来。在。我要钢刀剑血剃头来见。命我前去杀人，不将罪状，是何缘呢？故俺不过是名小小的家将，何必多问？朕那是杀人不问罪，驸马yeah.
迟
归还。岂敢，本宫来得鲁莽，民工还寒。岂敢，驸马到此必有所谓。我命寒去出宫办事，不想被相马杀死。相马可曾带到？现已带到。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？来，有带相马，是带相马呀。
参见相阿爷。你不是王朝吗？朕是小人。因何向大一天连驸马爷言道，韩琦是小人杀死。你可曾招认？招认了。人命关天，不该招认。小人若是不招，驸马爷焉能过府？啊，驸马，此乃是本府的王朝，怎是是相马？分明是相马，怎是是你佛的王朝？王朝也罢，相马也罢，来，提脸去掉。且慢，总托相马拿过承担。驸马，你来看呢。走脱相马走不了咱老个包，提脸去掉。啊，驸马，真相马倒被微臣拿住了，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？好，带相马，将他母子带上来。是是是，将大小三个相马带上堂来。驸马，你认识他？不相认。啊，不相认，一言不问，为何掌进就杀？我杀了他再问。杀了他还问什么呢？这个你莽撞了。啊，驸马，想他母子三人招进京来，就该相认才是。本宫命你审问相马，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？女士，有顺那叫请问哪里去？顺教回佛，时空你来也得，去不得。
来也。升堂问更妙，你知口你劝我升堂有什么好，霎时叫你的魂魄消，风火急
哪里去？哼！我有本章奏当朝，你住口！只叫人将你刀先打，官司你后上朝。哈哈。
其相爷国太皇姑道。哦，我
香莲。是，香莲上了堂。参见相爷。香莲。Wow.
人来抢他儿活女。一个东北，一个东北，撤回壮志，我放你的儿难呐。相爷银两在此，王朝将爷相爷他不要啊，这是为三伯娘拿回家去度金寒。
Thank you.